我希望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哈，那都很用心在经营啊，这落地化哈，那跟学校的校园也都做了很多的互动，那跟这边的小朋友也都做了很多的互动哈，然后全部的这些彰化的球场哈，他们都去跑透透了哈，那所以那也在彰化培养了很多在地的球迷，那今年哈特别不一样哈，有些去年本来留下来旧的不远的球员。也都离开哈，去寻找更好的合约。那今年哈，整个球队都是今年选秀或去年选秀，然后补强的哈，都是一二年的新生哦。相信他们更有活力。那今年目标就是要打进去来季后赛，甚至挑战冠军赛哈。希望能让为彰化带来多冠军哈。那我们也感谢。啊，立中哦，副理事长在孟朗家那边哦，提供了很多资源，球员来到我们彰化国立立哈，那也很多很多需要感谢的人哈，那很多其他球团也都很帮忙哈，像今年台阳猎鹰也来做一些这个台阳猎鹰集团然后他也来做一些协助哈，也捐助了，当然去年也打出了很多感动的比赛。跟激励人心的比赛，今年在理事长谢理事长带领之下，还有徐英杰律师，还有在整个伯利的团队，能够把体育跟我们的观光产业结合，所以呢，办了非常多有关于体育的赛事，那也带动了非常多的人潮。那县政府呢，也会持续不断的继续来从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旅游，那更多的运动，培育出更多的好选手，那跟大家一起来打拼。欢迎大家，我们这次有是彰化，也有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哦，欢迎大家来彰化看球赛，然后来彰化吃美食，来彰化玩好玩的，谢谢大家。谢谢。好的，我们球员一字排开，现在一点时间给我们美女朋友来进行拍照。好，大家请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好，请看一下左方左前的摄影师。好，看向前方。好，左前方以及右前方。好的，再次掌声，谢谢。